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你们好！又到了周五的晚上，那么由我来今主持周五晚上的这个今夜很正经，10点到12点。今天呢，我也非常高兴，我的老搭档老马一块儿也在这儿。很长时间我们两个没有一块儿合作了，这个今天我们能够一块儿合作，又好是的，非我常其实今天啊，不啊。是跑来给何刚医师什么帮什么忙的，我是帮倒忙的。为啥说帮倒忙？人家的今夜很正经啊，我是跑来拉观众来的。当然也不是现在啦，是12点以后呢，我是专门跑到这儿来拉观众。我们在今夜台呢将会播出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么今夜台呢开始啊，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15分之后呢啊，我们会开始一个今夜思无眠的节目。在过去以往呢，像我们的何刚医生呢，还有我们的很多网友呢，哎，在北美的呢是半夜就不睡觉啊，都是想聊天，想海阔天空的聊。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个平台呢，准备从今天晚上开始呢进行测试。那么以后呢，我们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会永远这样持续下去，由我们的全球导播系统呢为观众呈上每晚的今夜思无眠的节目。今夜思无眠的节目呢，是有来自于主要是来自于东亚。还有欧洲的很多朋友们呢，哎，会来倾情的打造，来畅谈，也欢迎北美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是夜晚无眠的话，你一定来我们的讨论区，一定来我们的今夜台。当然，也可以在明镜火牌或者是我们的聊天室里呢，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我呢，今天呢，就陪着啊何刚医生一起结束之后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今夜思无眠的节目当中。现在有请我们的何刚医生呢，今天给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他的很震惊，您请。好，谢谢。实际上今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开始吧，这个今夜思无眠。因为呢，周五的晚上是一个比较，可以说这个时间段是非常，我也感谢，非常感谢明镜给我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间段。周五的晚上大家比较 relax，可以海阔天空唠嗑，闲聊，然后呢，这个节目计算完了以后。北美的呢，尽管到了半夜，那么第二天又是周末，周六周日，所以可以充分的 relax 休息。那么再扯下去也没关系，对不对？所以我经常有时候跟大家一块唠嗑到3、4点钟也无所谓。所以这个节目今天开始，那是太好了。好，那我今天也一块跟大家一块来enjoy 这个节目。那么今天我先谈今天我们要谈的几个大的问题吧。中间也可能会穿插一点小的东西，而且我也一再强调，每一个话题，我非常希望各位观众、听众、这个朋友，随时插言啊，随时举手提问的，或者是 comments，challenge 都可以，没有问题。这样子我觉得才更生动。一个人叫一个人一个一点不休息的，咔呱呱呱的说2个小时，真的就像老马说的，到最后口干舌燥的，舌头都不灵光了。而且呢，有时候确实也挺疲劳，因为你要高度的保持思维的这个连续性，有时候你还要强调，还要这个想到这个观众的这个反应，有时候还要看一下这个 chatting 这一部分的这个观众的打字的这里头的有没有什么需要回答的，这个事还是挺疲劳、挺紧张的一件事，那么。我希望，而且尤其我希望那个，如果王晨医生来了，也一块跟我一块合作，我们能够把这个节目做得相对来讲生动一些。也因为毕竟呢，这个除了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作为我来说，参加这个明镜的这个节目呢，更重要的是以 medical professional 这样医生这个身份呢来做这个节目，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更多的关注于。医学方面的、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些，国内外的一些大事儿，或者是一些包括一些医学的问题、科普的问题，大家关心的一些医学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或者是解释，科普，哪怕是都可以。所以以这个方面为主，因为我也知道明镜呢有很多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而且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这方面呢，我就不会再去，智慧，来冲大头啊。
那么我主要就是还是以医学和公共卫生这一方面来为主。今天嘛，那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说马上已经开始疫情开始出现了拐点，这各州绝大多数的州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病例的减少，死亡病例数的减少，那么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否要复工了啊，社会开放这个问题。第二呢，关于这个疫苗开发以及 P4 这一系列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个最近这个 P4 研究所所长王延立啊，还有他的那个干将施正立啊，又纷纷的亮相了啊，这个接受中央央视的一些采访啊，这个话比较多啊，高福也出头露面，说了不少的东西，这个里头有很多挺有趣的东西，可以值得大家一块讨论讨论，或者是我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根据他们的这些亮相的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第三个问题呢，想谈谈关于中国这个医学界的一些院士们，他们的这一些的言行，他们的一些做派啊，尤其一些牵涉到的这个肿瘤啊，这次的疫情，他们的这些表现啊，以钟南山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医学院士们，我称他们这些都是一些骗子啊，毫不客气，我称他们都是骗子。对这个呢，为此呢，我也得罪了不少的中国的中国这个国内的人和在美国的华裔医生群体。I don't care， 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有根有据，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学徒关系、师生关系，还是同事关系，还是你就是他的一个 favor 的一个粉丝 ，I don't care。我只说我自己的看法，啊，我不惜得罪你们，如果在这个方面我们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的话，那么第四个呢，由这个院士、医学院士的这些做派，牵涉到中美之间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培训这个差异，这是我非常 favor 的一个话题。从2015年我组团回国。就北上广，而且我的母校，还有其他的一些省市单位的一些医学院校、医院，给他们多次谈到过美中医学教育、临床培训这个大话题，每一次都是2到4个小时啊，一扯起来可以扯到3、4个小时。这个话题我是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也很多听众和观众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而且最近的这个关于这个两会中间，有国内的那个两会中间也有代表，还有一些发表了一些见解或者是提案，谈到了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临床医疗培训等等这些问题的乱象，以及提出了一些改革的一些看法。那么对此呢，我也会做一些评点。那么先说一下疫情，全世界已经有592万的这个病例，36万4千人死亡。美国呢170万的病例，那么是从5月27号那一天突破了10万的死亡病例，到今天呢是10万1000人。这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沮丧或者是悲哀的一个数字啊。这个川普总统也说，这十万这个死亡数，确实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来说，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数值，一个标杆啊。美国在越战、韩战中两场战争死亡的总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这一次几个月的3、4个月中导致的死亡的人数多。越战、韩战打了三年多，越战也打了大概将近个7、8年啊。那么两个加起来，韩战是大概是3万多，35000多啊。
越战呢是7万多，那么两个加起来不到9万多，这个就现在已经就是3、4个月的疫情，这次瘟疫啊，武汉这个病毒造成的这个新冠肺炎，或者是这个瘟疫造成的 pandemic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两场战争的死亡人数啊，确实是很悲催的一件事。那么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先谈一下，就是今天下午总统川普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发布会啊，这个宣告了几条针对中国的这样的，这个美中之间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冷战时代啊，新的冷战时代。第一个，首先呢，他就谈到退出 WHO， 因为这个疫情 ，WHO 的种种的表现跟中国的这个政府的之间的这种勾结，导致了这个疫情的最后发展成了从局部的一个武汉城市，局部的一个 local 一个疾患传染病，发展成了一个全世界190多个国家遭灾，死亡那么多人，几百万人，几十万人死亡，几百万人中招，190多个国家受波及，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巨大的财产方面的这个损失，经济的停摆等等，那么 WHO 在这里头威虎作伥，这个是罪责非常，也是难逃其咎的。那现在呢，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仍然在为中国政府辩解，为他自己甩锅。那么川普总统现在就是不带你玩了啊，停止给 WHO 这个资助，退出这个机构，也挺可惜啊。这个 WHO 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特殊的医疗健康系统的一个 special 的一个分支啊，1948年吧，47年成立，到现在也经历了很多这么多年，80多年，那么也做了很多的有益于全球的这种公共卫生的这方面的事情啊，根治了天花啊，这个解对于这个贫穷第三世界国家的疫苗的这个大力的使用推广啊，这个一些恶性传染病、恶性这个疾患、饥荒等等这些人道主义的这个支援，这还是做了很多事儿。但是这次 pandemic 体现出了这一届的 WHO 的这个首脑们呢，彻底的腐败，而且呢政治化，跟尤其跟这个中国县政府的这种密切的这种勾结，导致了这个全球的这么大的一次灾难。那么美国呢，彻底就是现在决定跟他断绝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一个很大的决定。我相信呢，因为美国呢，在全世界来说，它第一超级大国啊，最富有，最 powerful， 那么在医学领域公共卫生方面的影响呢也是最大的啊，那它光它的医学诺贝尔奖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个了，上百个了，而且它的整个的全世界的制药业3/4在美国，各种各样的新开发的药物基本上你可以统计一下，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出现的，这个包括各种各样其他的这 CT 啊 MRI 啊这些所有这些东西的开发使用都是在美国进行的。那么美国也有它的最有力的这种公共卫生的这种机构 NIH还有 CDC 啊，这些机构，那么再加上各个大学啊，医学中心这种对于各方面的医学领域的这个尖端科研和临床的这种它的实力，它有资格单干或者是它也不会单干了，实际上它一挑头呢，可以它另起炉灶而且呢他可以有他的很大的一个决定的 power 啊。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就看看他下面以后这个关于这个全世界，如果涉及到全世界的，就包括这个 pandemic 这次的 pandemic 全球疫情往后发展，
那么美国会怎么样做，而且他的做法对全世界有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那么世界其他各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这个退群了啊，美国脱出老大退出了，那么他们该怎么办？是跟着中国混，跟着俄罗斯混，还是怎么办？还是两方反正是作为这个骑墙派，跟这边也来一手，跟那边跟美国也同时来一手，作为中间派，左右逢源，那么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观察，毕竟疫情还没有过，这个还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且有些地方，尤其你像现在的南美，这个疫情反而这个更加加重，非洲全部的非洲国家都已经出现了这种这个新冠这个疫情，而且我们也知道在非洲这个州，那么所有的公共卫生系统那是非常的差的，整个国家很多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也是非常的落后腐败，它这个资源欠缺，人员素质的这个低下，所以这带来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灾害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看他下一步的这个美国离开了 WHO 以后对于全世界的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会是怎么样，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了。那么前还牵涉到了其他的我们就不再谈了，香港问题啊，中国学生的签证问题啊，制裁问题，因为这些我相信老马老何他们包括其他几位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在相应的题目里头专题里头都会谈，这就不是我的这个所长，我就不谈了，我们就谈谈这。那么下面我们就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疫情已经开始走向低潮，还出现了拐点，或者是疫情开始减弱，那么牵涉到的就是说要这个要复工社会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这个尖锐了，很多好几个州你像密西根啊，或者是这个德州啊，好几个州的这个民众已经是急不可待，甚至对于政府的这种lockdown 的这种居家令呢已经是不买账了，说我们无法再忍受了，那么也可以想象，因为这个几个月你人不能出去，而且不能工作，整个社会停摆失业，这个带来的社会影响确实很大，这个密西根州呢干脆就是民众全副武装到州政府门口就去示威，游行示威去了，这个有时候要求那喊出来似乎就是说不自由勿宁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宁可就是说我们冒着就是说继续被感染，我们也要要求开放，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个民风彪悍显示出美国民众这个不在乎那么无法忍受这种被囚禁在家里的这种心情吧，也是可以理解那么上一周周二吧，好像是川普到底特律去视察这个福特这个汽车制造厂，这个时候呢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那一天实际上呢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由600多位医生联名写给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不再开放，如果不复工，那么整个社会停摆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社会问题、次生医学灾难问题要大于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本身，这个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也是持这种观点，在疫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情况下，而且我相信前几次我和王晨医生主持节目的时候也谈到，那么就是说当疫情已经我们知道它的高峰期开始过了，开始走向下坡的时候，而且呢这个尤其是进入 ICU 的病人，插管上呼吸机这样子的病人已经开始明显减少的情况下的时候，医院的这个病床数已经不是到了那种不可承受的情况下，而且已经有了空床的情况，而且现在的开始包括这个最严重的纽约啊，
这个很多医院已经开始了这个接受正常病人折起手术开始了。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考虑逐步的开放社会，business 各个行业呢应该逐步的考虑在进一步的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呢开始开放恢复这个问题。否则的话，这些医生谈到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光集中精力处理这些疫情这个感染的这个病毒感染的病人，而对于那些更多的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疾病、肾脏疾病、肝脏疾病，以及儿童一些哮喘，对不对？这都很常见的一些疾病，都忽略了，或者是无法顾及了。你像很多这个医生私人诊所，他就关掉了。你看想约他们看，那都挺困难了。这时候，那就更不要说到医院了。医院的急诊室几乎就不接待其他的了。除非你就是撞伤了、车祸了、枪伤啊这种情况，否则的话，那个医院急诊室就只处理那些整天处理的就是那些新冠病人了。像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病人导致了在家死亡，或者是病情加重，还有就是更多的肿瘤病人。那肿瘤病人，你像这三四个月他该手术的不手术，那你三四个月以后他可能就淋巴结转移了。三四个月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尤其很多肿瘤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就进入二期了。那进入二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它还有手术的机会，可是你要是说已经进入到二期，三四个月不手术，那它很快它就进入到三期，那发生远处淋巴结转移，它就失去了手术的价值了，手术的意义了。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再耽误不及时的进行化疗，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四期脑转移、骨转移、广泛的肺转移、肝转移，那你化疗效果那就会很差了。所以对于很多肿瘤病人来说，这也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段。因为什么？肿瘤医生他不接受了，他都没法看，对不对？你在这个时间段，而且他也害怕呀，你该上化疗，可是这个时候都是在感染的这个病毒感染的阶段，那你万一谁知道你感染不感染呢？你要是感染了，你给你上化疗，那不是对于火上浇油，对不对？对于你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免疫力已经是低下了，那你再上化疗，这加上感染，这不死得更快？所以很多医生他也害怕呀，同时呢，你像其他的心脑，不要说心血管疾病啊，这个冠心病啊，或者是肾脏疾病需要血液透析的病人等等，糖尿病这控制不好，进一步恶化，这些最常见的疾病实际上是数值，包括它的每一年的死亡的人数是几倍、十几倍甚至百十倍于这一次的这个疫情造成的病毒感染死亡。实际上这一次的疫情十万，现到今天的十万一千人里头的这个所谓统计的这个疫情死亡的人数里头，很多的实际上它也并不单纯就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造成的死亡，而是它有其他的严重的这种潜在的疾病，心血管疾病啊、肾脏疾病啊，那么再加上病毒的这样的一下的肺或包括慢性的肺病、肺脏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慢支啊、就肺气肿啊这些，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稍微一感染病毒，这个引起一个小的肺炎，他就可能要他的命了。那你统计的时候，那么按照统计学来讲，死因那么还是按照第一死因，那就是新冠病毒啊，这个肺炎。那实际上呢，他那些潜在疾病呢，是他这个很容导致他很快进入到这个重症而且死亡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病人这里头十万多的病人里头有很多实际上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脏病、慢性肺疾患这些病人。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很多这几百个医生给总统写了这样一封促使的，要尽快的要提出这个开放社会。
那么各个州长，最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那个总统疫情这个小组的医疗总顾问福奇，他也改口了。他以前一直认为这个过度，他也在 CNN 上去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持反对意见啊，但现在他也改口了。他也谈到，那么应该在这个适当的、有效的就管理和控制的情况下，逐步开放社会。这个否则的话，他说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对健康的影响。实际上他也看到了这600多个医生，这600多个医生写的信，实际上一方面给总统，也是给他这个医疗顾问这些委员会的这些人。所以他相信呢，他说美国许多地区已经准备好了在谨慎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啊，但是呢他也强调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这些方针呢 ，CDC 的指南呢，应该还是执行的啊。所以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呢也应该对它有所认识。那么在开放的情况下，尤其刚刚开始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什么，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像疫情刚刚开始发生，或者是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对待的这个态度，那么保持社交，适当的社交距离，尤其佩戴口罩，避免更多的这种密集人群的地方，这是很重要。另外呢，有条件去自己检测一下。现在包括像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普遍去检查。我前两天也去查抽血检查，今天我太太她也去抽血检查，去检测看看有没有感染。有条件，那么尽快呢。也去检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感染，这个抗体的情况啊。所以，关于这个戴口罩，那么我们随便就是说聊两句这个历史。这个戴口罩这个事儿呢，在西方民众这一次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对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在这之前，你。亚洲人一看就是亚洲脸，哎，管他你是华人还是韩国人、日本人，一戴口罩，那西方民众那就是看着你就皱眉头，或者是翻白眼儿，甚至有恶语相向，甚至个别的还动粗。为什么？他认为你戴口罩，你肯定是有病啊！你要不你戴口罩干嘛？对吧？他们就这样子的观念。整个民众呢，他对这个戴口罩呢，他很不适应。那么到现在呢，大家都戴了，这个到现在我今天这个上街这个路过曼哈顿，一看满大街的人走过来走过去，甚至跑步，骑自行车锻炼，在湖边河边，都还戴着口罩，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现在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五颜六色的口罩，有的看着非常 cute 啊，但是也是民众的一个观念的改变。这个说起来戴口罩，什么时候开始的？黑死病，这个文艺复兴那个时候，就是14、15世纪那一次的那个1930几年那一次黑死病，欧洲的黑死病，大的 pandemic plague 鼠疫造成的那种 pandemic， 一家伙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就被抹掉了。那个时候的医生，他们是怎么样的对待这些疾病的呢？有很多名画，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很多在医学史书上，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一个人他穿了一个白大褂，戴了一个宽檐帽，戴了一个面罩，这个面罩是像个什么样的？像个大长啄木鸟一样的，这个。两个大黑窟窿眼露着，一个嘴鼻子那个样，一个大长长的，一个像啄木鸟那个鸟那个喙一样的。为什么呢？他这个长长的鸟喙里头啊，他不是说是啊，就是个装饰啊，我化妆成一个鸟，不是的，那个里头装的是东西，装什么东西呢？香料，很多的香精，植物草药植物。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人啊，他认为他不知道这个鼠疫是什么东西，一看着哎，这个人还好好的，前天还好好的，昨天好好的，那说完突然就寒，全身发颤发热，胡言乱语，呕吐咳嗽，啪啦一下我就倒地上就嗝屁了。啊，全身发黑，这肿个大包，什么东西的，各种各样的，死的这挺难看的，挺惨的，一死死一片，一死死一家，那一死死绝了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怎么办？这些医生，那他要救治这些人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治，他也不知道怎么这是什么回事儿，认为这是老天的一个惩罚，认为这是。三炮从哪儿来的一种瘴气，老中国人好说瘴气啊，那什么毒气，这个，所以呢他说认为是人吸了那种有害的这种气儿造成的，那种毒气儿，所以他们就要戴着面罩，这个面罩里有个大长长长那个像鸟的那个鸟嘴一样的那个鸟喙一样，里头要塞上各种各样的香料啊，那个、不同的那种。比如说桂皮啊，或者是其他的挥发性的那种草药，来过滤和避免这些有毒气体呢被这些医生吸进去。这是口罩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原始的这种状态。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朴素的意识到，这个呼吸道这个呼进去以后啊，你会得病。那可不啊，很多这个鼠疫啊，它有几种鼠，有几大类，其中的一种。叫肺鼠疫，这个肺鼠疫呢，那就是说肺这个鼠疫杆菌呢，它进入到肺里头，进入肺里头，它引起的这个死亡呢是非常快的，它就相当于肺炎了啊。那这些病人他肯定咳嗽啊，一咳嗽也是飞沫在这喷到别人脸上啊，那个旁边的人一吸进去啊，他也得了，所以一会儿就是一屋子人都感染，一家人你一个人得了，那其他人都得了。另外一种腺鼠疫呢，腺鼠疫它是局部的啊，淋巴结肿大了那个。里头都有脓啊，那把你切开一包脓，那个脓里头都有很多的细菌，流到哪儿引起相对应的感染，那个相对来讲呢，死亡率还低一点，这个肺鼠疫死亡率很高的啊，它本身就引起这个严重的肺部的病变，败血症啊，很快就死了，包括还有肠道鼠疫啊，其他的脑膜炎鼠疫等等败血症性鼠疫，那都相对少一些。这两种腺鼠疫和肺鼠疫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那个时候的医生，你像包括最严重的，就是《十日谈》那本书里都谈到的那个佛罗伦萨啊，这个意大利的著名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佛罗伦那个《十日谈》这本书就是写的几个青年男女从那个城市逃避这个鼠疫跑了。跑到乡下，自己找了一块小天地，世外桃源，在那过日子，躲避瘟疫。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唠嗑，每天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讲了十天，啊，就形成了一个叫十日谈啊，傅家秋的这个世界名著。那么，人们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朴素认识到，哦，这个呼吸可以引起这样的一个中招，引起这个黑死病。直到了18世纪、19世纪，那么随着这个细菌的被发现，著名的英国的这个外科医生 Lister， 他就提出做手术，这个病人的伤口感染是否跟这些细菌有关呢？是否你这个做手术，你这个说话唠嗑，你这个大长胡子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掉到这个伤口里了？哎，他就提出这个问题。相应的同时代的波兰的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 Mikilis， 他呢就更进一步，他是外科的一个头，他在那个医院里头是一个外科的头，他就提出这个每个人你做手术得带上一个东西捂着你的嘴，你否则你在那闲唠嗑是扯淡，你是说话打喷嚏咳嗽，你这个吐沫子就都会引起这个掉到这个病人的伤口里头、腹腔里头、胸腔里头，会不会造成他感染？为什么呢？他跟他合作的一个细菌学医这个学家，就把这个口腔喷出来的东西啊，他做了细菌学培养。哎，他发现这个喷沫里头啊，就是有细菌能够生长，所以呢，
他就跟这个家伙一谈呢，这个外科头，就是说米基利斯，就是说那以后你都得给我戴口罩，那个戴上个东西给你给我堵着，它不叫口罩了，还没叫说口罩啊，没这个概念嘛，他就是说拿块你这个外科这个纱布，大纱布，弄两个橡皮筋儿一套。绑在你这个帽子上，朝帽子上一套，堵到嘴和鼻子，哎，这就是口罩的最早的发现啊，最早的发明使用是这个波兰的一个外科医生开始提出的。那么这是18世纪、19世纪18几几年的事儿，1866几年的事儿，1867年吧，好像。那么再往后呢？那么进一步的就是说，巴斯德呀，很多人呢对这方面的研究，外科医生更多的注重了这一方面的这个保护啊，这个尤其到了这个西班牙大流感，这个时候呢，那时候已经强制性规定，警察、医护人员，这个所有这些职业的，你必须要戴上口罩。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医学史书上的一些。一些这个叫什么？那些版画，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宣传画，比如说医护人员开着救护车抬尸体的，都戴着口罩。那时候已经说明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了这个传染性疾病的时候，这些不明原因的，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是病毒啊，只知道这些人反正是咳嗽了，到最后就死了，那所以这些医生、护士啊，都戴上了口罩。这是口罩的慢慢的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那么一次性的口罩出现，因为那个这个化纤工业的发展嘛，这个可以用这个人工合成的这种高分子材料来替代棉纱，因为你棉纱做的这种还都是反复用的，还要洗、反消毒，那么一次性的呢，那相对来讲用完就扔，用完就扔，成本很低所以就更方便。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啊，1960几年开始了，就是一次性的使用。这样子呢也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重复使用带来的一些消毒不严格、不充分，这个包括人力物力的消耗等等，所以它有它的好处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都是一次性的口罩啊，也就是沿用到现在啊。这给大家讲讲，随便顺便说说这个历史啊。王医生来了吗？今天。我在，哦，我在，我在。随时老王，你随时插话啊。这个关于这个，先给马骥道个好，马骥留胡子了，你好觉像有得点，老乡，你觉得我这胡子留的怎么样？哎呀，很威风，很威风。那我看看你有没有留下胡子嘛。哎呀，我这个没穿戴好，所以没敢。下次我穿戴好了，一定让你看。OK，我先好，我把那个何刚的话往下说一下。我给何刚是帮忙的，何刚谈得很好，谈得很详细了。那么就是谈到这个医生，美国的医生要求这个重新开放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总是拿武汉的情况和美国的比较，我老觉得美国的情况很自然。待会儿我讲一下死亡率、死亡人数的事儿，很自然。就是什么事情呢，都是很多人参与，大家共同商量。特别是美国在要我说的这个，它是属于第五波嘛，第一波是中国，第二波是韩国，第三波是伊朗，第四波是欧洲，然后第五波，所以它在第五波，它距离这个中国发明大概2个多月左右后面。所以这个从各个方面看到的情况来说呢，就是不管是总统领导啊各方面，我都是十分赞赏了。除了一件事儿，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么严重，除了这件事，剩下的都是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我们医生比较关心的就是你能得到一个合理、一个合乎现代医学的这个治疗。比如说，你这个门诊量是，比如说一天是100，现在1000，那900个人在家里等，然后等死，这个就不对。所以呢，你中国这个美国也很巧，就是在总统说的话，就是总统睡不着觉，只有一件事，就是跟他要呼吸。他说这下完蛋了，如果呼吸有这么多的话，要这么多呼吸，我没有怎么办？总统说，我是一个后勤部长，你们我不在前方打仗，但是你们跟我要东西，我一定要给你，而且要充足，像这个
治疗船啊，这些都反映了这种，就是我充足的给你。所以虽然这个治疗船起的作用不大，但是他对这个人道，对这个人心的安慰，对这个医护人员的支持，这个时候巨大无比的。就大家不要说这个好像有点就是准备的多了，那你哪知道准备的不够呢？所以这个所做的我都是百分之百的赞成，特别是和那个武汉比，它产生的那个次生灾难啊，然后这个很多人不能那个就是医疗体系先垮掉，然后进医院的人进不去，就是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鬼哭狼嚎，我觉得人间炼狱啊，美国就是从开始就是一直在从各个角度讨论的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采用的措施它带来的伤害和这次疫情本身带来的伤害怎么比较。刚开始是全美国人都是有点看清了，包括我说了很多看清的话，大家都以为是个大流感，结果发现大流感的这个死亡率是 0.1%， 这个这次是死亡是 1%， 可是美国现在是 6%， 我待会儿再讲这个事情。那么这么多人参与，就是说怎么样治疗，这么多人参与怎么样开放，而且特别是我们都看到，虽然总统他很积极，他非常个人英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等等，他有很多说法是非常的武断的等等等等，但是你也看出美国总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说了算。所以这个社会上我总觉得就那么自然，整个事情的你有什么想法，这群人怎么想法，这群人要求开放等等的想法，他显得那么自然。至少是就是说你说美国全美国没开放的时候，有那些很好的地方他们就站出来游行说我们要开放，这是很正常，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那儿没事儿。觉得纽约觉得有事儿，纽约市人谁也不敢说自己，纽约市谁也不敢说自己开放，所以进行的我非常的合情合理，非常自然，最重要就是人道。那么纽约州的州长还说了，就是我们开放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把医院冲垮，所以医院他还比我想太多，他是医院留出30%空床，达到70%我们就不开放，所以整个安排整个过程，第一个非常人道。第二个就是这个社会停摆带来的损失带来的伤害和病情本身带来伤害，两者一直在比较，而不是一个人在那做比较，而且一帮人在做比较，包括这个600多个医生他提出要开放都是在做比较，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全，非常安全，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一个总统说了算，而且大家都群策群力，真是碰到困难。好，这是第一个。我一直到现在，我都对美国的所有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称赞，我没有任何批评。大家没有想到的，当然没想到，大家没有想到这么严重，那当然谁也没想到这么严重，这也没办法，这个事情都是过了以后才知道，这也不是什么，这不能说什么的错。第二件事情就是美国现在死了10万人，我基本上不同意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是全世界人他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的。因为美国他是比如说流感死亡，比如这个病人来了以后他流感，然后就赶快去做一个流感的病毒 A 病毒 B， 做完了以后他就病不好，他就肺炎以后死掉，结果他死亡的时候他就把它算到流感这个类的统计，他当然还有肺炎统计，他有不同统计，他的方法和一般的人像特别像中国极其落后的，我已经说中国落后，中国美国的所有的死亡都必须是法医鉴定，中国连这个系统都没有，连这个就是很多中国人死的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他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统计学非常不健全。所以你我给大家讲2018年美国死亡流感死亡大概是19年18000吧，流感死亡，然后中国2018年流感死亡140个人，你就知道他统计的方式不对。原因是美国的所有的怀疑是流感的都做了流感病毒的检查，中国怀疑流感的没有流感病毒检查，那你想落后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你不能说他死了多他不好，他死了少，你连你落后，你连人家死的是啥你都不查不出来。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要说明一个我对这个总统团队的这个批评，这是我对批评，我一直对他们批评，至少我是有3到4次批评都是对的。那么
我现在说，就是说真的跟这个新冠病毒有关的应该是这样检查出来的，我们应该拿2018年呼吸系统死亡的人数新1月份到6月份2019年呼吸系统美国呼吸系统死亡1月份到6月份把这数字拿出来，然后把这个数字均出来，两年的均成一年的数字均出来，比如说是三万，比如三万，那么我们再拿今年的2020年1月份到6月份跟呼吸系统有关死亡的人数把它拿出来，也可能是11万，然后把它减掉前面的，然后再真正的是跟新冠病毒有关系的，就是不是现在10万是都得了新冠病毒，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我的意思说没有新冠病毒的时候也要有那么好几万要死掉，跟呼吸系统有关系，所以这是要重新这个事后过后以后要重新看这个事情，这件事做的不对，我觉得大家都认为应该是10%、1%左右的死亡，1%，美国现在6%，我觉得是有一点，我不是替美国那个打掩饰，因为我从来不替任何人打掩饰，我是觉得他们的就是新冠病毒应该在今年负责多少，这个没说清楚，你只有减去，你才能说清楚，这是我对他们。美国这个总统团队的一个批评意见，说完了。好，谢谢。这个确实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在美国的话，每一个病人死亡以后，他这个临床医生呢都要签一个死亡签证这样的一个证书。只有有了这个证书，而且要上报报告到相应的这个机构。然后殡仪馆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报告以后，他才能接受这个尸体进行火化。这个死亡病例的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人口统计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的不同的部门进行这个归类。就像王医生刚才谈到的，假如说这个病人进来以后，他是因为这个肺炎进来入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出现了这个心梗。到最后后来死了，这个心梗可能本身是他就是他自身的一个这个潜在疾病，或者是这个固有的一个原发的一个疾病。那么心梗呢，可能是被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给造成的，也可能就是说新冠呢引起你肺炎这个或者是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缺氧，那么诱发导致了这个心梗的发作，都有可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把这两种情况都列入到里头，所以在统计的时候呢，它会有分别不同的这个统计，心梗今年死了多少人，那么这个新冠病毒死了多少人，它有不同的这个分类统计。最后，那么讲一下，确实是像王医生说的这样。那么如果假如说这个病人做了尸体解剖，法医鉴定，或者是他有这个病毒，就是或者是临床的一些化验的一些指标，那么它更有助于临床医生进行精确的给它归类到死亡原因里头。那么我们就是进入到下一个题目，这个蝙蝠女无缘疫苗开发，海鲜市场并非源头。这个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这两天啊，这个是两会啊还是什么原因，这个石正丽还有 P4 的这个所长，现在大概靠边站了吧，反正是还叫他所长，我估计实际上也就是说前所长，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被接管了嘛，被那个少将搞生物战的那个少将陈威接管了，所以他已经基本上是靠边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CCTV 把他们两个又拉出来，大概是要服从于某种政治需要啊，叫他们出来说话。第一呢，显示施正丽没逃跑啊。第二呢，这个所长和施正丽呢，他们一块呢，就是演双簧，说的目的，最后证明就是想甩锅，就是说不是我们泄露的啊，我们连这个病毒都没有，这鬼扯了，这说话都是，都不想一想，你这个你没病毒，你那个病毒所干嘛的？你石正丽搞的，从2010几年就到那个山洞里去抓蝙蝠，回来就是在那这个研究这个蝙蝠病毒，而且还什么国家成果奖了，
还把你自己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带到美国来跟北卡一块合作研究，发了 Nature 文章的，你这会儿说你们没有这个病毒，你这不鬼扯吗？这前后自己都打脸了，是不是？而且呢，一个人说谎话的时候，他是肯定他心虚的，所以呢，这个老百姓都看得出来，说是电话上电视上看的采访，那个两眼一眨一眨的，这眨眼儿啊，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呢，他是在由下意识、潜意识来支配的啊。他经常要是眨眼儿，或者是这个打嗝，那说话就是言不由衷，这是一种言不由衷的一种表示。这个王延立呢，这个一看他那个样子，也就不是一个那种一个老江湖啊、嗯，所以呢，说谎都不会演戏，都演不好。那么这个施正立呢，他说他没有这个什么病毒啊，只有那个什么 tag 什么几几几那个片段，这个。他自己都前后都不能圆他自己说了啊，这实际上就是说，当你说话想掩盖一个事实的时候，用一个谎话来掩盖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么你要用更多的谎话来圆你掩盖你前面说的这个谎话，那么到最后穿帮是必然的，穿帮是必然的。而且最可笑的就是说，现在呢一在国内呢，就是说利用这两会刚开。那一天啊，就宣布这个陈辉少将的这个第一针的这个疫苗已经在人身上出现了这个反应啊，这个产生了抗体，毒副作用呢还是可以接受啊，只有这个也有这个 T 淋巴细胞的反应啊，这个文章呢也投送出去发表了。配合了这个两会的开始啊，这个开幕。好像一片欣欣向荣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呢只是作为了一个一期实验，这个疫苗呢只是说明打进去以后它不会引起急性严重过敏死人，那么反应呢还是有的啊，40%多的病人头疼啊、发烧啊、局部肿痛，这个数值呢略高了一点，所以呢，在美国呢美国 Baylor 也这个疫苗研究中心主任，宾州大学以及其他的一些机构的剑桥，包括对这个他的这个腺病毒作为载体的这个疫苗呢，还是颇有微词，那么认为这种疫苗呢可能不是很理想，而且呢它可能副作用略显大一些，这是国外的对他的这个评价吧。但是在现阶段来说，我们还无法证明，就是说他这个疫苗打进去以后引起的这个抗体是否能够起到 block 这个病毒啊，阻断这个病毒，或者是中和这个病毒，还并不能确定这一点，所以只能说认可，就是说它引起机体的细胞反应和体液免疫反应，只能说明这一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打进去又不会死人，不会引起严重过敏反应，除有一些反应那么还是可以接受的。他打了不同三个剂量的这个实验组，那么都相似，基本上反应呢都是比较接近。那这样说来，如果他就可以根据每个不同剂量组的病人的血里头的抗体浓度效价来决定用哪个剂量组也来进入更好的这个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实验。预计说是6月份他会报告这个二期临床实验的结果。那么同样呢，在美国呢也是在做不同的这种种类，它是用的腺病毒，美国呢几个公司呢是用的这个RNA 这个 mRNA 这种这个分子生物的这种手段来产生的这种疫苗，孰优孰劣，那么各有千秋，到时候再看啊。这个现在都是在一期临床中间。那么这个最奇怪的就是说，石正丽和王延义啊，他们这个 P4 这一帮人居然被排斥在这个疫苗开发这个过程中，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陈威这个人他不是搞这个东西的，他
但我估计他连蝙蝠病毒他都不懂，他去接管之前，所以他一去就全盘接管，把人家的这个果子都摘过来，他就现在成了这个中国疫苗第一人了啊。而这个施正丽呢和王元义呢，就不知什么原因就靠边站了，根本就见不着他的名字，那篇发表的那篇第一全球第一个疫苗的这个文章里头，就根本就没他们这个武汉批次这帮人的名字啊，这挺奇怪。按说这两个人至少或者是施正丽啊，对这个冠状病毒应该是非常熟悉，他研究了一辈子，就搞这个蝙蝠，就搞这个冠状病毒，而且他跟北卡合作的过程中，他们把这个病毒分解出来啊，弄出来那个 P4 不是 P4 那个 S 蛋白那一段来产生了抗体，而发现这个片段产生的抗体并不能起到 block 这个病毒的这个诱发的这个损害作用，甚至还可以加剧的，这个是导致了就是说美国 NIH 呢终止他们这个实验的这个原因。因为他这个 NIH 说，你巴斯德研究所提出，你这样搞，那你这个万一要是泄露了，你这不是等于是造成一个潘多拉这个盒子，打开个潘多拉盒子嘛。那么按说他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片段，它引起什么样的，可以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它的病毒的抗体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应该很清楚。这个自然杂志这篇文章已经是把这个实验做的已经让人目瞪口呆了，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稍微把它改一改，用其他的方法，不管那是陈威现在搞的什么腺病毒载体，还是用 mRNA 的手段等等，还是用减毒灭活这个病毒来做这个抗原 whatever， 他应该是更有资格，更有经验，更有手段的啊，更了解整个这个行情的，他居然被排除在外，这是挺奇怪的一件事，让人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事儿里头也有很多猫腻。那么最可笑的就是说，高福最近又也冒头了啊，这个冒头了，他就说这个海鲜市场可能不是这次疫情的这个始发的源头。这个挺打脸的，打了谁的脸？打了钟南山的脸，而且也打了他自己的脸，也打了施正丽的脸。在这一开头我们都知道啊，说是这个海鲜市场，这个果子，这个穿山甲，蝙蝠这些东西都被作为这个引起这次病毒这个传播的疫情啊。在最后他又说，那个在这个海鲜市场下水道里头都发现有这个东西，有很多实验动物并没发现这个东西，而且他还谈到底什么是中间宿主，不知道。这玩意儿那就更玄乎了，那实际上叫人稍微有点头脑就想，你这个 P4 还有那个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的病毒研究所都在那附近啊，也都搞这个蝙蝠病毒。那么这些东西怎么会到了下水道里头？怎么那些穿山甲现在又不像是中间宿主了？那你总有个宿主啊，总有个中间宿主。而且他在这之前呢，又谈到这个病毒，王延义呢又说啊，这个病毒跟这个上次的 SARS 或者是什么只有 96.3% 的相似度，那么还剩下 3 点几不同，这 3 点几的这个位点呢，它的基因量也很大，也有1000多呀。那么这个变异要如果从这个原始的蝙蝠病毒到人传播到人，而且变成这么样的独立，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呢？Yes， 似乎他说的有那么一定的道理啊，几分的道理。但是问题在哪呢？那你这个中间宿主，它总有一个中间宿主，而且通过中间宿主加速它的从原始病毒到中间宿主到人这样的一个跨种系的，有没有可能直接从蝙蝠病毒到人？当然有可能，
怎么没有可能呢？有可能。可是呢，因为在这个石正丽他在云南去抓蝙蝠的那个地方 ，local 的 people 血里头就有这个抗体。这些人当时看前两次我讲的时候，那个有个照片，这帮人在山洞里头去抓的时候，根本就连面罩都不戴的，个别有人有戴个口罩，其他人石正丽自己都不戴面罩，而且手连个戴个手套，简单的戴个手套，就在那搞抓着蝙蝠在那解剖。也不戴面罩，也不穿防护服的，就在那屋子里头，就像解剖青蛙一样的来搞蝙蝠。这玩意儿，我想这些人本身他是不是就成了中间宿主，而且把这些病毒带到人群中间的罪魁祸首？另外一条，这七年多你在做什么研究啊？你把它带回来了以后，你不把这些病毒，我相信他不是为了做一个细菌弹。病毒弹，要为中国军方以后去解放台湾或者去打败美国用来搞细菌战、生物战，我相信他不是这个目的。搞这个病毒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个病毒怎么样治病那么我们怎么样防止，怎么样造疫苗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科研的，我相信他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嘛，科研专家、科研这个人员，他是起到这个目的。当然，军方会不会利用他，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阴谋论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就从医学的角度讲，公共卫生的角度讲，他这样做他肯定是要就是进行这相关方向的研究的。首先就是说他不可能老在那个蝙蝠身上搞这个病毒吧，那蝙蝠他肯定要是要咬其他动物呢，或者是他撒尿，或者说抖一抖他的这个粪便排泄出来的这些东西感染了其他这个地面上的一些动物，比如说穿山甲啦、刺猬啊，或者是其他的狐狸啊、什么猫啊、狗啊这些东西，这些生物会不会成为一个中间宿主？而且这些生物身上携带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发不发病？它如果发病，它是一种很轻微的一过性的，还是怎么样？而且它又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到人的群体里头，导致人携带这个东西进一步有致病性呢？它是要有一个原始病毒，它是要有一个一步一步的演化的过程，是要有这样一个过程的。那么我相信它肯定是在那个实验室里头用了各种各样动物，它实际上它自己也说了，我们建立了不同的这个动物模型，只不过是它说那是在疫情爆发以后这个1月19号急匆匆的就是说发表了 Nature 的一篇文章。你七年你都不发文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那个时候没发现，怎么可能，对不对？你逮着了蝙蝠，你从它身上分离出的东西你要做测序，序列搞清楚了以后你要进行研究，研究它的免疫原性，研究它的致病性它的传播途径等等，生活这个整个的这个生物的生物链的方式、传播方式。那么你这会儿七年都不发文章，这会儿紧急发了一个这个东西，而且也有人认为他发了这篇文章，说他谈到了他那个病毒的那个片段，那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致病的片段，跟这个人体的 ACR 这个受体这个结合的 S2 这个受体结合的这个片段致病的这一段。那么你拿这个东西在不同的动物身上做实验，你是就是说在疫情爆发之后你紧急做出来的，这鬼扯，我才不相信。你这几年干嘛了？没事干，整天喝茶、看报纸、养蝙蝠。所以这个过程中他们做了哪些工作？你为什么不让国家各个国家的专家去看看你的这个实验记录，看看你做了哪些？你这里头不是你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吗？很明显。你要是实实在在，我就是为了研究病毒，这个研究这个疫苗开发这个疫苗，我研究这个免疫原性怎么样制备这个不同的动物身上进行免疫，然后看看它的反应，看看它的这个抗体有没有这个致病这个 block 的作用来制备疫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对不对？而且你可以你自己也要说我们这个不应该是搞打政治牌，应该是分享，对啊，你应该分享的话，那你有什么，你要心境不怕鬼敲门，人家 WHO CDC NIH 这些专家他来看一看，
你要是做得好，说不定给你个诺贝尔奖都有，申报你诺贝尔奖都有可能的，对不对？你这是为人类做贡献了，你现在是隐隐藏藏的，不让人来啊，说是疫情紧张啊什么玩意儿，这不是鬼扯吗？那么你这只是掩盖啊。所以这些人，而且高福说的这个那就更打脸了。现在这个海鲜市场又不是源头了。当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已经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武汉的病人最早的时候就是没有海鲜市场的这个接触史。你像那个老头，那个所谓的人们认为是零号病人的，他是个瘫痪的脑瘫的病人，在家里卧床的，他怎么得了？他得了以后，那不就是什么人带过去的啊？所以而且从他那儿感染，他的其他的人，你这个都能找得出来的。到现在这一切都是霍尔马哈的，这个谁也不知道，也不说，那实际上都是被掩盖的这些东西。那么国际上对中方的这一方面的这所有的这些作为，有维持100多个国家这次联名要求，包括俄罗斯都提出要对中国进行这种调查，这是很自然的。你自己做了见不得的人的事儿，那人家当然有资格有这个要求要来调查。所以我相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这个疫情到最后是什么样情况，那么我相信总会有的。而且在这里头我们更要提到，我们都在骂啊，包括川普也在骂这个赵立坚啊，这个战狼，说是甩锅给美国军人。其实赵立坚只是个战狼崽子，谁是真正的战狼？钟南山才是的。他直到最近啊，五月下旬啊接受采访，他还在那说啊，这个大陆的这个政府已经调查了遭到川普政府多次怀疑的什么病毒起源 P4 啊，并未发现任何不当行为。这不叫贼喊捉贼吗？监守自盗，还有自己去监守就检查自己的人呢，就说是没有什么东西发现。这要如果说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或者组成的一个多国的科研机构发了这个最后的结论，那还行。你中国政府自己，你这个 P4 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政府自己搞的东西，你这会儿而且是你自己从武汉发起的这个东西，你自己说你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谁会相信你？而钟南山接着说啊，目前已证实最早的案例分别出现在11月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这睁着眼说瞎话，睁着眼说瞎话。实际上赵战狼那个崽子就是奉承了他这句话来甩锅美国的，让美国总统骂了一顿，萎缩了，藏了几周不敢再说了。哎，钟南山呢还在那吭吭哧哧的在这胡扯八道，在这甩锅。这个人的卑鄙实际上比赵战狼更无耻，更恶心，更恶劣。因为什么？他戴着中国院士的帽子。那么我们后面再说他啊，下一步呢就谈到这个中国这些院士啊。石胜利呢接受了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官方的这个采访，这个采访里头呢，实际上呢他说了很多东西，答复了很多东西。这些答复呢，这个在网上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评点，大部分呢我也认可那些评点。实际上他这些说的东西说的越多，露出了马脚越多啊，这些东西黑字白纸印在那儿，回过头来他自己都不能圆他自己的话，都不能圆那个这个叫什么王广发，还有这个钟南山，这些人的话，高福，包括这些，实际上相互之间他们都不串通不起来。因为一个人撒谎，另外一个人他不知道他撒了什么谎，那个人也接着撒谎，两个谎都对不起来，而且形成了互相的证伪反证，这样的情况，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就不再继续谈他这些采访了，反正是大家也都可以看到，他做了这些东西，包括他的这个辩解，那么都可以作为以后人们来追责和进一步的审核他所有的从疫情，从不是从疫情，实际上从他一开始抓蝙蝠，一直到他的 Nature 的那篇2015年的文章，到他最近1月份发的那个 Nature 的文章，一直到他今天说的话，串起来以后，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最后的证据，来剥掉他这个人，包括 P4 的这个画什么画画这个画皮啊。那么我们这个老王，你有什么说法？我就把那个疫苗的事情想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说这个疫苗这个事情，因为我有一个机会这个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研究基因的那团队有数年的一个接触，不是工作的接触，但是确实是一个接触。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了解到其这个跟这方面有关系的，跟基因有关系，跟活细胞有关系，生物活性有关系的这些它有很多的困难。它第一个困难就是它这个东西不直接指向产品，大部分研究不直接指向产品。所以呢这个在整个这个美国呢，它因为非常重视基础研究，所以呢他有大量的钱和人，包括这个就是英才，就主要表现在对PhD 的培养，这些人都在这个非常活跃。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其中他们有一个人，然后到这个就是 PhD candidate， 然后到这个台湾去工作一年，回来以后他说不好，他说为啥不好，说那个地方就是跟我有关的研究方面的就是没有人，就是没人跟他能聊起来，就是人才特别少，就是比如说我这类人才特别少，这个小门进去了之后没有人这样的，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情况，在我看来呢，就是和中国的这个就是市侩这个社会呢比呢，就是因为它是很大的消耗，很大的钱，很多很多这个非常有才智的人在美国这个里面搞，但是呢，商业上看不出结果。很长时间商业上看不结果，所以这类的东西就包括疫苗的研发这类东西，在中国来讲其实是它是一个势力社会来讲是非常非常就是不利的，就研究是非常不利的，就是没人愿意给你投钱，投钱的人希望我给你钱六个月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六个月以后你还我12000，通常都是这样，中国人都是这好人，那么我把这个整个这个他的这种技术问题、技术困难，还有它的商业的产出等等，这个交代清楚了以后呢，那我就谈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疫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你以前出来过疫苗没有？你实验室以前做过什么？所以中国根本不行。美国以前出来过，那么中国做的那些疫苗都是。儿童疫苗都是在西方都已经很成熟多少年了，他们在仿制中间还总出事，总有人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人才，那这个差太远了，我认为差不多100比1，美国有100个这样的人才，他们才有一个。第三个就是你要投钱那更不行了。我讲了，中国它是一个势力社会，所以它不会有人把这钱放到这儿，然后3-4年都出不来一个东西，光出来一些人才，他不会这样做。所以这次中国又在那儿说大话，特别是他们哄的那个习近平还在那儿说，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开会，习近平说将来疫苗出来以后全球共赏。你中国能出来疫苗，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以前出来疫苗吗？你以前出来过疫苗吗？你以前出来过全世界没有的疫苗你出来过吗？非典疫苗你出，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根本就出不来疫苗。我刚才已经给他讲了，根本就不是那么你打打赌宣宣誓就能出来的事情。其美国说了，美国的疫苗还要等1年多，我现在最后咱们大家今天看到最后全世界还是要买美国的疫苗，全世界不会买中国的疫苗，
我是中国会出来疫苗，但是中国一定不会出来美国 FDA 那个苛刻要求的那种疫苗。所以连就是中国人就是死不要脸，也连那个连习近平都没有搞明白自己国家是个什么水平，还跟人说我们疫苗出来以后全球共享。真是哎呀，我见到中国人这个就是夜郎自大这种不要脸。至少我觉得无论是钱还是技术还是人才，都一百和一之间的比较，还在那说一定能出来一定能出来一定能出来，咱们等着吧。呀，这个最后一针的一年多以后，是全世界去买美国的疫苗还是全世界买中国的疫苗，这个是黑白非常清楚的。所以我看到这个中国人这种不要脸的这种这个不知羞耻。特别是最近这两天出的那个事儿，让人觉得特别的窝火，就是很多留学生留不下来了，只好回去，然后那边说，哎，就让他上个高职吧，就是你们在美国大学没毕业，你们在中国也不算毕业，你们就混一个技术工人算了。哇，这帮的留学生一下炸了，就是他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比你差，就这个意思，中国教育什么狗屁呀，完了。接着说一下，实际上你谈到这个中国的疫苗，我们就不说这一次的冠状病毒这个新疫苗了，也不说 SARS 这么长时间也没研究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宫颈的HPV 人乳头状病毒，这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吧，这个病毒而且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分子的 DNA 病毒，按说来讲应该是研究疫苗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中国有吗？中国的研究出来那疫苗的效价谁敢打？还不是跑到人们都跑到香港去买美国的那个九价疫苗。 Anyway， 反正是看吧，看陈维少将的这个疫苗出来以后谁敢先打。而且呢，实际上这个里头就是说，因为疫苗它一打的话，你要一用的就是说普遍接种，那这个东西就是非同小可一件事儿。假如说它这里头有点什么误差，有点什么杂质，有点不纯，有点什么其他的副作用被隐瞒的话，被掩盖的话，那么一旦普遍接种的时候，它可能带来的损害很有可能就是不可估量。好，那么我们下面跟这个有关的，因为刚才谈到了钟南山我们已经挑过他了好几次了，他的遮羞布，这个莲花清瘟，雪碧镜等等等等，什么发生在武汉，源头并不在武汉，这种鬼扯逻辑的这种东西。钟南山实际上呢，他搞的这吹的这两个中药啊，最近还把这个莲花清瘟还搞到什么 pharmacology 的一个什么杂志上，说是有效啊什么东西，谁用过？国际上谁认可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严格的双盲对照，而且里头还含的这些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些玩意儿，马兜铃酸的那个鱼腥草的这些东西，明白了很多国家禁止他用，现在他就自我在这给老百姓吹，还在这弄到领事馆，叫领事馆再带到国外，给美在国外的研究生或者是留学生发，竟然被阻止，不允许，违法，弄了个这个被打了脸。且不说他这两个中药，他自己都有利害利益冲突啊，一个是他儿子的什么叫什么？那个怡岭药业集团的啊，另外一个雪碧镜是天津的一个什么中药的一个这个药业集团的，他都在里头有股份啊，董事会，这本身就是很无耻一件事儿。在美国，你一个院士只是一个学术的一个成就的认可，
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的关系。而在中国，现在一旦成了院士，立刻就跟钱、商机、商业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科研界的一个败坏堕落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里头有很多的院士最后因这些问题倒台，或者是被人不齿啊，包括那些范代明啊，上海二军大的那个叫孙长明，好几个院士，那个上海这个院士居然说是几十套房子在上海啊，上亿的这个来路不明的贪污腐败的财产。这个我的母校啊，他们这个校长也搞了一个，从哪儿招了一个院士。这个院士呢，每个星期呢坐飞机头等舱啊，从北京来这儿2个小时转一转，给他了一个院士办公室，屁股都没坐热，那杯茶都没喝完，又坐着飞机走了。每个月要多少钱？多少万啊？都是以百万计的，而中国的这些院士都是有。好多院士工作站，这院士工作站干嘛？就是这些单位拿钱买他这个虚名。哎，我们这个单位有一个院士啊，有什么什么样的？我们这个学科有在这个院士指导下啊，可以申请国自然，申请这个基金那个基金，找这个赞助那个赞助，蒙钱，中间的百分之几给这院士，所以这些院士们。有几个兜屁股是干净的？没有，没几个干净。上海的交大的原来的校长姓杨的那个杨某，在美国在德国，完全就抄袭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当成他自己，恬不知耻的回来就说申请这个基金那个基金，然后评成院士。最后虽然下台，他照样顶着他的院士。照样拿着他的钱，也没人搞。尽管跟方舟子打假也都谈到了，但这些人只要你站对不站错，那么没关系，有人保着你。站对要是没站对，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揪出来。二军大那家伙就是因为站对没站好啊，站到江家去了，这次被搞了啊。一家伙查出来一大堆的经济问题，就他一个吗？不是的，钟南山，你查查看看，他在这些公司里头，就是光是做科研去了，他没利害关系，他整天吹他儿子这个药，他干嘛呢？这些人的腐败，在院士这个，这是一个。体制性的腐败，做科研你做了一点成绩，认可你的科学方面的成就，给你一个院士的荣誉的头衔，好，现在这个头衔荣誉头衔居然成了一个捞财的一个手段，这是中国的科研的一个彻底的科学界的一个彻底的一个败这个腐败堕落，这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他不仅如此，吹着两个中药，那导播能不能把那几张图播出来？那五大院士给一个什么制造氢的一个氢气的一个设备的站台啊，氢气抗癌，好家伙，一台机器上万，这么有效，你怎么不去申请 FDA 的认证呢？拿到美国来卖，为国家争外汇啊，为全人类做贡献呢、啊？你怎么不啊？为什么不来美国呢？因为这些骗子知道，
他们骗中国老百姓，骗中国那些愚蠢的官员可以来美国想蒙过 FDA， 门都没有。他一期他都过不去，不要说三期，还抗癌呢。你看看这些人的给那个这个骗子制造工厂，制造什么氢气工厂站台的那个德行，那个愚昧，这些人在他各自的领域可以说是佼佼者。吴孟超啊，肝脏外科的头把交椅啊，跟我的导师按说都是同门师兄弟，作为肝脏外科他确实是很好。汤昭求也是小肝癌的治疗和诊断和治疗的创立者，中国这一方面的顶级专家。那其他几个就不说了，有没有一搭的都在那扯上去了，给这个骗子站台，真是可悲。这个可悲说一下，这两天呢，就因为这个我还真得罪了很多人。得罪了什么人？在美国的华人医生，你们都没法相信。这个其中的一个院士，他的学生又是我的小学弟，在美国做的相当不错，也是搞肿瘤的。我写了一篇微信谈到了这几个骗子，而且对他们的语言，对他们呢非常不客气，得罪了他们。他们认为啊，这个应该是对他啊，应该是恭恭敬敬的意思啊。我说在科学面前没有什么地位之分，只有真理和谬误。不管你是谁，不管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人，是你的导师，是你的导师的导师，是你的同门师兄弟，无所谓，我不在乎。亚里士多德啊，大圣人，大哲学家，说过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啊，他的导师，他的老师是柏拉图，啊，柏拉图。但是他们两个到最后在学术上发生了分歧，争论的很厉害。他是柏拉图的大弟子、高徒。有一幅画啊，在这个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上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的画坛三杰之一的拉斐尔的画的雅典学派。这幅画在西斯汀啊，在这个不是教皇的这个书房那里头，那个壁画，这幅壁画很大，很有名的啊，大家我想也知道。这画的中心人物就是两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手指天，一个手指地，两个人在争论着，很有名的一幅画，雅典学派，两个圣贤争论的很厉害，为了哲学的问题啊。但是作为学生，他很尊敬他的老师，可是作为对真理的追求，他们有不同的见解，他们进行辩论争辩，有分歧，那么跟师徒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的要追求的是对真理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所以他说了那著名的一句话， I love Plato but more I love truth。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我完全没想到在美国，我的这些学弟，这些同行，受过美国 PhD 的 training， 中国的医学教育，美国的医学教育，美国的临床医学的 training， 最后他们居然在这个极简单的科研的问题上，他们居然是这样的一种
态度，而且居然二话不说把我踢出去了，很可笑吧？哎，把我踢出去了。我都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那么既然你们这样是这样的一种观点，那就算了，你们这个协会我都不会再去参加了。实际上我还是这个协会的终身会员，我还是这个协会的终身会员。就因为对这个骗子站台吹这个什么氢气 治疗癌症提出了这个批驳，不做任何的争辩，把你踢出去，很有趣儿，这就是老钟在美国还这样子搞山头，来从这个角度来划分你我，我怎么能相信这些人呢？那么在真理面前，你可以这样做：遇到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你既然是以这种态度来。以人划线，这非常可悲，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给这个协会写了一封信，我退出你这个协会这个协会我还给他捐了很多钱，捐过几次的捐的钱，也是他是终身会员，但是我不会再参加这种协会。道不同不相为谋，这还是美国华人血液和肿瘤协会，而且相当不错的，按说在科学素养上，而且也有自己的办的英文杂志，期刊也已经影响因此也到了六和七，按说是相当不错的。但居然在这样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肿瘤治疗的问题上，居然这样子的能够去吹捧一个骗子，而不允许我这样的批驳一个骗子，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组织，我们可以分道扬镳。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你比我有名不有名，你有没有你掌握的杂志还是什么样，跟我无关。我只认真理，在科学面前，容不得任何的虚假。不管你是谁，我想，这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到这儿。王一香或者是各位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提问的都可以。我先说一句啊，这个钟南山至少有三个污点，一个是2013年他提倡的大剂量的激素，第二个污点就是他到处讲用这个氯喹，而且据说已经文章已经出来了，在国际杂志上都说氯喹有效。那么第三个污点就是推销这个中草药，这些就是你就看这个中国的他这种人，他是一个这次疫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领导人，不是应该是 number one 领导人吧，在学术界。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中国就是山中没有老虎，都是那种猴子在那闹。所以这国家的医疗方面一点前途都没有，完了。谢谢。其他的网友有什么想做一些评点或者是提问，随时都可以举手，导播帮助这个。好，两位朋友举手。何，我举了。何医生、王医生，你们好。你好。我听过你们很多讲座，今天第一次提问，非常有点小激动。二位大夫在中国的生前表露无遗，我是完全不一样一种情感。我现在对美国的爱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的爱，所以我的问题角度就不一样了。我先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从这个病这次祸害全球的这个遗传病的那个流行，一般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再多一点知道武汉来的，再知道看过早期报道的都知道是武汉汉口那边一小块地方，就是华南海鲜市场什么的那个地方出来，这一线传染的。
这个事实是不可否定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专家学者已经把所有可能途径就是说野生动物否定了海鲜市场，那么那个病毒所有可能意外的泄露也否定了，那么他们就是说一定不是中国出来的，他就是做了这个结论了。我的问题是，这个事实陈述完了，我的问题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那么多医学院的教授大大夫，除了二位之外啊，他们在批判这个川普的反制以及愚昧的时候，一个一个都非常的勇敢，甚至有上帝的视角。可是他们面对这么基本的老百姓都认识的事实，中国政府的那么一些无耻，他们基本上哑口无言，甚至还出来辩护。比如说《纽约刀》那个主编，我看过这个报道，基本上他们为什么这些华人教授和学者和大夫，我明白他们脚踏两只船，我理解他们的利益。像刚才何大夫讲的，你那个师弟很明白嘛，他在中国有利益，不过没关系，他们脚踏两只船，他们现在会收手的，不然他们会扯着蛋的。这个他们，我想他们是聪明人，对吧？那么我说的是这种主流教授也是的，欧美的这些教授，他们为什么始终面对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面孔？我不明白，这很有趣。我在波士顿，我认识一些像 MGH 的大夫啊，还有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基本上都是这样。你提的问题非常好，确实很好，这也是我一直感到经差异的地方，而且不解的地方。说句实话，我也很恼火，甚至我都有点想爆这个柳叶刀的粗口。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你知道吧，柳叶刀这个人他经常访问中国的。他不访问美国吗？他访问中国，他是中国的座上客呀。那都是头等舱来头等舱去。还是利益，还是利益。利益。那至于其他的，他是不是中国政府给他在瑞士银行搞了一个什么 count 啊？那只有天知地知了。谢谢。柳叶刀这个人，这个主编是很差劲的一个，是很差劲的一个。而且他现在居然是挑动这个医学界的要跟美国总统怎么样？一个科学杂志，你还涉及到人家国家的这个政体。这很无耻啊！所以这你说的提出这个问题确实很好，确实很好。这个我也是一直对这个问题心存困惑。我说为什么西方这些很多很简单逻辑道理，你逻辑上你都说不清的东西，说不通的东西，你怎么都不去追索它呢？那也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些人地位不一样，他没有确切的把握。或者是证据 hard evidence， 他不愿意说的太确切，或者是太怎么说呢，就是提的太尖锐，或者是因为他毕竟他没有 hard evidence， 这个也是牵涉到就是说这个 logistic 或者是说法律的，有点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国际影响。那当然也不可否认还有很多呢，确实你就像哈佛啊，这个霍普金斯啊， MD Anderson 啊，这很多人都是经常要到中国去访问的。那中国的各个头牌，尤其头牌大学医学院校啊，中科院呢，都要请这些大腕们经常回去做报告啊，有好处的。所以你叫他们去跟中国因为这个撕破脸很难，利益都是利益。一个字儿，第一。谢谢，非常好，你问的这个非常好，也是我经常困惑的问题，但是我想想也只能这样解释。要说这个你说的波士顿的那些什么医生教授，你看看很多诺贝尔奖的一样的，现在中国这些经常就是说高薪，头等舱，中等套间，
来了以后都是好吃好喝好玩，嗯，你做个两个小时报告，然后完了，然后就是游山灌水，每年请你来参加一次大会主席台上坐那么几小时，千几万的就到兜里了。他在本国哪有这种待遇啊？哎，在中国呢，他有享受着这种帝王一样的待遇，前后出行警车开道，这个美女陪伴，所以一个字儿，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手软，利益关系。还有哪一位朋友举手了？刚才还有两位。哎，您好，那个何刚医生。哎，你好。也向王晨医生问一个好。我多次听你们在这个平台上的这个演讲也好，发表意见也好，因为我不是医学方面的人，所以我都是听，尽量的学习，而且从这个中间领会一些事情。那今天非常巧，很多东西是牵涉到公共卫生，对，是专业的，大家都有关嘛，所以我有兴趣就要听嘛，而且现在都这个 close 在家都要关心自己后面该怎么做嘛，所以今天呢正好非常巧，就在大概几个小时之前，你们没上来之前呢，我们有其他话题的讨论当中就牵涉到这个东西了。那么在我的发表意见之前呢，有一位谈了一个意见，就是对您在前几次的哪一次的节目当中谈到一个论点，简单讲就是说在美国啊，你认为最差的医生也比中国最好的医生要好，而且是王医生说过的话。这位是赞成你的意见的，那么我马上呢也附和发表了意见，也是表示赞成。那么这个赞成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是就说一个赞成就完了，我说了一些比较少的跟公共卫生界那个就是打交道的一些个小的经历给大家分享，就是用我实践来证明你的话的正确。那么不光这个，而且我从我个人来讲，我对您还有一点，就是您的表述方法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爽快，非常的不绕弯，而且不给人面子。这一点呢，有的人可能按照中国文化来说，你是不够中庸的，或者不够 gentle 的。但是可能我的这一辈子的行事方法跟您相类似，我得罪了很多人的，所以我在这里表示赞赏。我们谈论科学问题，不要那么好像客客气气，好像是请客吃饭，没有关系，是吧？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有的人如果不习惯和医生这个方法的话呢，这个建议大家要适应接受，也是因为我跟您的方法相似，得罪很多人的。那么后来在这个上面呢，在这个就是这个发表意见群里呢，我发现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啊，大家还是就是非常认真的，或者是用正确的方式表达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那么我这里有两个 device， 还有一个呢是连在那个 YouTube 的那个上面，因为我们这里往往是五六十个人在讨论啊，那边可以上千人啊，我去瞄了一眼，把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过这个经历，你知道那个上面发现简直喷我的人多得不得了，就把我描述成简直就是粪坑里出来的人了，我吃了一惊。汉奸，没骂你汉奸吧？卖国贼，骂，这些词很多词我都不一一复述了。那有的骂这个，有的骂。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有一些，当然那个五毛我们就不用去多理会他了，甚至发现有一些很可能就是医学专业的专门的人。嗯，认为我说，那么我感觉他们不是骂我，他们在骂你。没问题，这是多而不有。我这已经不跟你讲嘛，我经常说我在北美已经掐了20多年了，在网上。对的，现在问题是这样，刚才王晨医生已经讲了，中国那个体制下出来必然是这个产物，但是我实在是感到非常惊讶的，有很多从国内出来到了这个美国这里来，而且受了教育，你不仅是受专业的训练啊，你也要受人文的训练啊，也要受价值观的训练啊。前几天我们这个上面还有人就讲到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以后，一些
孩子们都出来，他们有表达不同的看法，我还跟他们讲了在六四的时候我的孩子出去我是什么态度，我就认为包括对孩子都首先不是政治教育，而是一个价值教育，我就表示赞成意见。因此呢，今天我就讲了，希望在座的网友们也就是也算是对他们表达这个意见，我仍然坚持这个意见，而且坚定不移的支持何医生和王晨医生的论据。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老，这是中国的老话。是是，专业上您绝对是专家，我是要向你们学习的。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在人格上大家是可以切磋的啊。一点不错，是，确实是。所以我说了，我得罪了我的那些学弟啊，那些北美的华人医生，甚至大牌的教授，director， I don't care， 在 science 的面前，科学的面前，真理的面前，人人平等。你就是诺贝尔奖获奖者，你就是院士，你就是校长，你就是 full professor， I don't care， 你说的错了。我照调你，不管你是谁，就是这样。这个非常感谢啊，肖晨先生，非常感谢各位的这支持啊，你们的参加，你们的评点，我都看得到啊，而且你们参加也是给我的这个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有你们的参加，我也更有信心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能够做得更有益于。对于医学专业、公共卫生专业不太了解的这个读者和听众的这个关注和兴趣啊，让你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呢有所受益，那么这是我也希望做到的，也是我相信也是明镜让我来主持这个节目，给我这个时间段来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意思吧啊，我也相信我能够。不辜负他们的希望，也不辜负各位观众和听众的希望，把这个节目做好，能够用我所学的医学知识，受到的训练和自己本身的经历，跟大家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分享交流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谈一谈，也是我非常 favor 谈的，这个国内医学人才培养的问题，美中医学教育临床培训的问题，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林王晨医生有太多的话要说。每一次我回去给大家做报告都是说，他说你有什么要求准备，我说你就给我准备四瓶啊瓶装水放那行了，其他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给我说定，他说不限定，我说那不限定四个小时一口气儿给他们说，就是只要有点水就行。这个美中之间的差异，这个医学界啊，这一天有一篇这个报告，关于全国两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啊，让这个公共卫生成了一个高频的词汇，如何加强公卫体系的建设啦？医学人才的培养啊，人才流失的问题啊等等，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多的，包括医疗保健、养老、保健体制等等，这个医生的考核这一类的医学卫生教育、体制等等这些问题呢，成了热点。我个人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这些基本的问题还在那扯不清道不明，还在那原地打转转。2015年我回国的时候，春节，王晨院士，那时候他是不是院士？他那时候好像还不是院士，中日友好医院的院长，他只是，是不是院士了？可能是院士，我记不清了。他说是托人带话，我说想跟我聊一聊关于这个美国的住院医生培训啊，中国这个住院医生的这个体制的建设这个问题，因为他听人说我在国内巡回讲演谈这个问题啊，他感兴趣，托人找到我给我给我传话。我那时候是3月4号要从北京回去，他说我刚好3月4号回来，你能不能
晚两天走。我二话不说把这个飞机改签，我自己掏钱呢，重新掏了800块钱呢，跟他谈了几十分钟，结果突然他又被这个中央保健局叫走了，那么谈了一半时间，谈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俩谈的还算是比较投机，为什么呢？王晨这个人呢，我觉得从这次疫情这个问题的几次发言来说呢，还是显示出还是有相当的科研的素质和现代医学培训的这种素养的，说的话呢还是比较相对的客观一些，没有像钟南山这样的一个党棍学阀的那种语调吧，至少他说话是还是比较谨慎的，比较客观的，从医学客观科学的角度来谈疫情，谈防卫，谈工位的问题。钟南山就是一个完全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党棍啊，就是一个学阀啊，替上面啊，替一尊在这叫劳卖命啊，传话，是替中国政府甩锅。王晨呢还是挺好的一个，他呢因为在美国也访问过培训过，所以他对美国临床医学教育呢很感兴趣，把这一套体制呢就希望带到国内住院医生培训，他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很难啊，这个多少个部委要跑路啊，找钱建立这套系统，说服着很多部门，牵涉到财务的问题，人员编制的问题，具体的哪些医院可以建立这个住院医生培训的这个基地这个问题。他说一开头弄了几百个，他一看这名单不行，他说光这样的那就是浪费钱，而且达不到这个标准啊，砍掉了三分之一，最后大概是400来个培训点吧。说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砍掉好多，但是呢不好弄，再砍的话就是没办法，因为一年中国40-50万的医学毕业生，你都砍完了以后，他现在这个培训基地大概是能够满足11万人，你剩下30万人没地方去了吧？你不做住院医生培训，你不没有资格去考医师执照，那你这个医学院上完了以后，你不能当医生啊！你这不是浪费人才，浪费这个时间，让人家这个白掏钱，花了几年时间就不能当医生，他也受不了啊！所以呢，但是你又不能搞烂，不能搞烂了跟没搞不是一样？所以他也挺为难，我也理解他这个，所以我就给他谈了很多的，就关于美国是怎么样做这个东西。在这么多年呢，这几年呢，我又自己带教，带了很多呢，也从国内来的新毕业的同学，正在读的同学都有，他们也跟我讲，他们在国内实习，比如说以后想搞内科，到内科去实习，没人管，没人教。整天就是抄化验单、贴化验单、抄病历、写出院总结，怎么样去具体的接诊、去诊断分析、管理病人，没什么人管，没什么带教，更不要说外科了啊！外科那就上台拉钩，最后顶多叫你去测个线、换换药。搞了3年外科，就只有拉拉钩。还不如我们那时候，医学院的时候，第5年我们就要实习了，第4年叫见习，第5年就实习。实习了我们都可以做阑尾炎手术了，老师在旁边看着，就手把手带一两次以后就可以自己做了。我们毕业的时候，阑尾炎，这肠穿孔、胃穿孔修补、肠切除简单的，有的时候个别的时候胆囊什么都能做一个，疝气啊。更不要说什么包皮环切啦，什么乳腺的脂肪瘤，这个显微瘤啊，这些什么脂肪瘤的切除等等，这些都可以了。简单的骨折的这个内固定，手法脱臼都可以处理。现在的外科的实习的那些毕业住院医生就是拉钩打杂，根本没人管。不要说住院医生，就是副主任医师。那小青年刚毕业以后参加工作的都没有上台是单独开刀手术是这个资格，为什么？利益。那些大牌医生、主任一级的医生，那占着二亩地，自己这个病区几十张床，那就是开刀就是赚钱呢，一台手术多少钱？
所以培训根本就不是当考虑的。在美国是怎么样培训的？医学院是很难进，对不对？只有2%的人能够进到医学院，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嗯，但是你大学毕业就要是按照医学专科去准备你的这个课程啊 ，GPA 要达到3.8以上，还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优秀的毕业生才能进到医学院。进到医学院毕业以后啊，4年医学院毕业以后，住院医生要考过2-3门啊。Step 1, Step 2, CS, 三门，还有一个 Step 3, 四门这个资格考试，进入到住院医生。那么住院医生不同时间段，3年的、4年的、5年的、7年的，你神经外科7年，变成专科医生。你要是说是个万金油似的内科医生，或者是家庭科医生，3年就行了，麻醉科病理或者是儿科等等，4年。它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专业有不同专业的这个 board 专科的这种机构要去。住院医生做完，如果住院医生期间你要完成多少病例，这都要有登记。你外科1类手术、2类手术、3类手术你完成多少，病理医生你做了多少50个尸检、尸体解剖没有，大标本做了多少，小标本做了多少，细胞学你看了多少，都要有记录。你不完成这样的指标你是不能毕业的。尽管如此，每一年还要有一次全国通考。那么做完全医生毕业，你又要经过你这个专业的 board 的考试，通过这个 board 的考试才能认可你的资质啊。你是外科的，你要通过外科协会的这个 board 考试，那么你才能认可你的外科的这个资质。拿到这个资质你才能去申请州政府的这个执照，你才能开始正式行医。那么可以说从一个住院医生到你最后毕业，那就是在炼狱里走了一趟非常残酷的艰苦的培训，但是它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它必须要让你毕业，那么你必须要完成一定的数量的，你外科你要做到一定的手术，你尤其是专科医生、专科外科，比如说器官移植外科，你一定要做够几十例肾移植、几十例肝移植、胰腺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胸腔外科的话，胸腔外科移植的话，心脏外科搭桥多少，瓣膜置换多少，主动脉手术要完成多少，骨科医生髋关节、膝关节置换、脊柱手术等等，截肢、脊柱矫正等等，你都要有规定的。也就是让你毕业的时候，一旦毕业你拿到你的执照，到了一个医院你谋得一个职位以后，第一天上手术开病人看病人，你就要独立完成这个东西，没人给你去兜你的底的，你的病人就是你的。我器官移植专业外科专业毕业的，今天我值班来了一个肝移植，那就是你一个人带着一个 fellow 带着一个住院医生3个人上台了，这是你的病人，你是主治医师。他这样的训练完成了以后，可以说全美国的这个专业的医生的水平大致都差不太多。不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一个中等的，比如像我的那长岛的那个北海岸大学医院啊，中等医院，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你能做搭桥我也能做搭桥，你能做肾移植我也能做，不是说因为你哈佛毕业的你就比我做的怎么样了。 No， 在同一类的要求水平上大家都是均值化的。所以王晨医生说到了那个问题，有些人他会误解，在这里头呢，实际上就是说在美国的医学教育呢，它是有没有差别，当然有。你霍普金斯毕业的啊，麻省总院毕业的，他见到了疑难病例确实多啊，因为他是最高学府了，
啊，那个地方他接受了很多全世界搞不定的地方，都送到他那儿去了，所以他可以见到各种各样古怪的病，其他很多地方一年半年十年都见不到一次的，他那经常出现，他可以见到很多这样的。但是作为常规的日常的见到的疾病，乳腺切除，结肠切除，结肠是癌切除，肝切除，肾移植，大家都一样，你能做，霍普金斯毕业的你能做，我从这个长岛社区医院毕业的一样能做，你能诊断这个疾病，我看了片子我也能看，也能诊断。为什么大家都是均值化的，要求的是一样的，你不完成这个你不能拿到这个协会的执照的证书的，你拿不到证书你就没法拿到执照，你就没法独立行医的。尤其专科医生他培训的目的就是说，当你毕业了第一天上班，第一天你第一台手术，第一个病人内窥镜也好，手术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操作也好介入性的放射性的放射科的介入的这个影像诊断也好，你都能独立完成，而且是非常有把握有信心的完成。那么住院医生就我刚才讲了三年到七年这个时间不同有些简单的，那么专科医生可能是有一年，有些复杂的，那么可能时间长一点，三年四年。你像做胃肠镜的这个消化内科胃肠镜的，做这个心脏这个内科你要做导管支架这个射频消融等等，那么你可能要三年四年。血液肿瘤要两年或者三年等等不同。神经外科那是最残酷的七年。在中国呢一片混乱。医学有四年制的、五年制的、六年制、七年制，还有八年制的。八年制呢好像是四年医学院四年 PhD。现在有些大学呢搞到最后两年还送到美国来。反正是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那么住院医生毕业以后呢要去考这个医师执照，要去进入到培训基地，然后进行专科培训。这个过程中还牵涉到研究生研究生是基础型的临床型的。这个研究生教育在美国系统里它是属于基础科学的，它不会跟你什么临床型研究生没那事儿。什么叫临床型研究生你上一年基础课，然后再搞一年的这个科研，再搞临床，然后变成个临床型的，写一篇什么样的狗屁不是的文章，就算是硕士毕业，然后或者是博士毕业了。就美国没这一套，你搞临床就是临床医生，没有什么临床研究生，没这事儿。他有的是临床专科医生培训，所以国内这个乱七八糟，就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人家的步子好，走的好，挺好的，看的挺好，他就学，学的没学会，这个自己以前走路也不会了，爬回去了，就是这。回去我跟他们讲课，看那些小医生、实习医生，听了我讲了美国这样，有真是羡慕啊。所以这两年我有时候经常有时遇到，就国内来找我进行培训，希望要到美国来当住院医生的。这些同学跟我讲的那些情况我听了以后确实也很吃惊，这样真是糟蹋人才，浪费人才，浪费时间。在美国他培训这个时候他是绝对不会说是留医生，国内你不要说是你住院医生，我上台你给我当第一助手的副主任医师我都不会撒手。为什么？这台手术就是钱，我做了，我主刀做了，我才有钱，我有钱叫你做我怎么有钱啊？我叫你做了你学会了你串了我的味儿，那么我这二亩地就没了，都是这样子心思，都不会去教人家。在美国你如果是个教学单位，你有责任，那是你的职责，让你的住院医生，让你的专科培训医生必须要学会，他不学会是你的失职，你应要被惩罚的，你要失去你的教学头衔的。你在大学医院里都挂着一个医生的头衔，同时挂了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甚至 full professor， 那是什么？那是教学头衔，你要有带教的、临床培训的、责任的。你是外科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你必须要让你的移植外科的 fellow 毕业的时候做够几十例肾移植，做够几十例肝移植，做够心脏移植。他毕业的时候，他必须要是有充分信心，独立能够完成这些移植手术。他不能，那他会控告你的，啊，我这个单位他没有足够的给我足够的做这个做够这个移植手术，或者是心脏外科手术。我所以我到毕业了我都不能独立完成这个手术。他一封信写到 board， 你这个专业瞎了浪关门吧你。你大学这个系主任或者是大学都要来找你算账，你怎么搞的？你给你这个开了这个专业专科培训，让你带教，让你带 fellow， 专科医生培训，住院医生培训，居然他们毕业的时候没看够多少病例，没做够足够的手术。没有足够的操作经历，那你关门，你这个就不够格了。board 每两年都要审核一次，而且住院医生、专科医生随时都可以写信反映给上面 board 反映。所以他们的这一套系统，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霍普金斯开始，住院医生系统延续到今天已经是很完善了，尽管他也在不断的改进中啊。以前他这个住院医生根本就是真正的住院医生，一个星期100多个小时在医院里头那是常事儿。我当这个外科第一年住院医生的时候 intern 的时候，一个星期128个小时在医院里头啊，就是吃住在医院，回家就是顶多打个盹睡个觉，换换衣服洗洗澡，跟家里人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交流的。当然做病理医生就好多了，60-70个小时80个小时。所以现在呢，为了保护医生的健康，现在规定了美国的住院医生是80小时工作制。我相信王晨医生他当时开始是跟我是一样，那都非常残酷。现在呢，他是为了保护病人的这个利益，保护这个培训医生的健康，那么提出了80小时工作制。国内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一方面呢也是各个单位完全不同。那么最要命的问题就是说，它牵涉到一个研究生、博士啊，导播。那么过了12点，我们后面什么时候我需要交出这个时间呢？把东西转给他。好，行，那么我就快讲。在美国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毕业了在大学里谋得一个职位，你是当医生，你还是搞科研，你还是二者双肩挑，它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到芝加哥大学啊，我留校工作，那系主任会说啊，我招你来了，你几条路，当医生啊，就是光管临床开刀，或者是看病人，或者是看片子啊，别的不管。你这样做，那你就是靠病人取胜啊！你的病人量越多，手术量越多，你看片子越多，你给医院带来的财务，给大学带来的这个利益更多啊！挣钱给大家，给医院，甚至给系里头。你要是以科研为主，那么临床你也肩挑一点，比如说10%、20%、30%搞临床，剩下时间大部分时间搞科研，给你一个实验室，给你安排一个技术员，启动基金。那么4年之内你要给我拿到 NIH grant 国自然基金啊，你要写书，你要 publication， 要在大会上发言，当什么大会的这个协会的这个头主席啊，诸如此类的学术性的要求，它有具体的指标的。另外一个中间型的这种呢，它不是说让你这样去做，而是往往是就是说你已经有过一定的临床经验，而且做得很不错。这时候呢，你又想搞一些科研，想在学术上有一点作为，临床呢对于你来说已经就定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以用50%时间搞临床，50%去搞科研，甚至或者说他不要求自己搞实验室，建立实验室去争基金，他跟一个搞基础的合作，
这样，所以它有三条路很明确。国内呢，现在是不管你阿猫阿狗，你什么科医生，都在交一个 SCI 文章，造成了骗子啊，到处都是编文章，同样的骗子产业也都出来了。哎，你要提升吗？你交多少钱？我给你一篇文章，几千块钱来一篇文章，我给你编，编的那文章简直是到最后看都没法看啊，那英文文摘。用机器翻译的，那简直是，哎呀，我都看过几次，是笑死我了。那怎么能够翻出这种东西呢？一看就是机器翻的，那机器的那种水平还很差。那个英文翻的呢，那简直笑死人，哎呀！而且对照组，前列腺手术，男多少例，女多少例，连这都出来了。那个编的那个，所以现在一弄。一百多少例，几十例撤稿，都是国内那些有名的学校啊，包括我的母校啊，郑大医附院，都有啊，华中同济，什么北京的那些医院，上海交大，山东大学，济南的，什么军科院的，都有，越来越多这种丑闻。过于的强调临床医生去搞这，所以呢，逼的这些去造假。现在呢，真是连造假产业这个都出来了，专门有人经常在微信上就是说：“何医生，你要不要什么东西？我给你整文章。你妈，你什么骗谁啊？你骗到我头上来了呢！一脚就把他踢出去。”现在就是叫这样的程度，所以某种程度上讲。王医生说那个话呢，可能有点损，但是很多人呢听不懂，不知道他从哪个角度上说的，还真是如此。所以在国内，我那时候2015年讲座完了，健康报医学界来采访我，问就何医生，你谈谈美中之间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这个差异有多大？我说100年吧。啊，他说你说那么长吗？我说就是这样。人家100年前的水平你现在还没达到呢。结果他采访完了以后写了一篇长文，哎，这个编导呢还挺有心眼，在文章最后呢他搞了一个铺，他说何医生说了啊，美中之间这个医学差距是100年，有些人认为是20-30年，有些人认为是差不多，另外一个说不知道，让大家选。到最后我一看，耶，我想着这肯定我是要得罪一大堆人来骂死我了，那肯定是这个没有多少人来同意我。相反，最后让我吃惊的是，广大读者读完了那个采访以后，一方面对采访写的文章较好啊，夸赞了我说的这很多东西，同时对这个铺啊进行了这个投票，赞成我说的这个100年的42%。说是20-30年的36%，那剩下的一些什么不知道啦，或者是差不多啦，就诸如此类，3-5年呐等等。Anyway， 反正是我还挺 surprise， 哎，最后还是支持我的人还最多，说明了大家还有很多人是心知肚明的，对这些问题呢还是有他的认识。好，我就说到这儿。今天就给大家先简单的讲解这个问题呢，因为每一年呢，我有时候带住院医生呢，都会跟他们谈这些问题，而且呢，在每一年9月份这个住院医生申请的时候呢，我要搞一次网络老高会，也会跟大家谈这些问题，给大家介绍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会跟大家就是在不同的时候呢，谈一些专科培训的问题，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病理医生的问题啊，为什么中国病理医生那么少，病理医生那么不值钱，被人糟践，认为是医技科室啊，认为这个医生病理医生都不是医生啊，经常有人在攻击我的说啊，这个姓何的是个搞病理的，根本就不是医生啊，他都不知道，我都可以签处方，我也可以去给人家做心外膜，甚至我要是想愿意或者是有出现这种可能，我都可以去抄手术刀去做开刀去，做细胞穿刺。活检我都可以做的，因为什么？我的执照允许我这样做，我和外科医生的执照同样的执照，我和王晨医生虽然不同专业，我们的执照纽约执照就写了 physician，
medicine 就这么一个字儿。他有处方权，我同样我也可以有申请处方权，是一样的，都是 MD。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王医生，您就这个话题，我相信你也有一大堆的要说的。趁老马还没来，您说。王医生走了吗？哦，离开了是吧？哦，那么，哎，何大夫，我提一个东西啊。对，首先我回答一下肖晨的那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我是深有体会，就是这个病理医生啊，火气特别大，因为他要那个在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冰冻切片，要在数秒钟之内就做决定，因为电话那头的那个手术刀晃在那儿呢，就等着你的决定。你说他是癌，还是你说他是什么？那一刀就下去了，那个就是在。就是比那个法官还吓人的这么个职业，所以呢脾气都非常直来直去，不跟你那么多啰嗦，这是一件事儿。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正好今天出了这个就是算一个建议吧，今天正好出了这个关于中国七个院校的研究生就不能在美国读了，这个要吊销签证要干什么的。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更多的，就是在本科里头念书的这些中国大陆留学生今后怎么办。很多人大概都集中在这个 STEM 里头，就是我相信这里头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那我就何医生我就有个建议，就是说能不能利用明镜这个平台找一些这些留学生交流一下，劝他们，就是说准备一下，改换一下方向。我觉得还能够在美国继续读下去的，可能医学院就是这些特别厉害的这些孩子的一条出路吧。虽然就是说这个路是非常痛苦的，非常非常艰辛，但是可能应该还存在。你提的这个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建议，是很多这个中国出来读研究生的，或者是本科很好的学校，那野鸡学校那咱就不说了。那些垃圾小流咱就不说了，确实有很多家庭贫寒，就是靠本事拼出来的学生孩子，确实是很可惜，确实很可惜。对啊，这个建议挺好的，我也可以考虑一下以后。就是说跟王成医生讲一下，因为王成医生讲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医学生，你最好一开始就是本科，所谓本科了念什么，他当时就说 liberal art。这种对文理学院的这种教育非常重要，对这个他就是他这些概念都是非常好的。如果说能够以明镜为平台，完了呢，就很多国内的家长大概也愿意听这些东西，包括这些留学生在本科，特别是本科的留学生，甚至是国内的医学生，就是说你考虑一下出来做住院医啊这些的，看看这条路，我觉得应该存在。很好，我下一期我就专门把这个作为第一条来谈，可以谈多一点，谈的充分一点。这个你提到这个，我还就真想在这儿说一下，确实是美国现在这个医学院教育，上次实际上我谈到过这个，就是说医学院教育要学习一些 arts 艺术，越来越重视这个艺术。为什么呢？美国现在也有个这个倾向，就是说医学临床医学呢，设备多了，仪器设备多了以后，化验检验多了，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的那种交流。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人文的一个东西，在这方面人文的这方面的教育缺少了，那么就成了冰冷冷的匠人术士啊。所以这个是挺这个医学界的现在一些老前辈啊，或者是过来人越来越觉得，就是说现代医学教育在这方面缺乏人文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所以强调了这个，包括哈佛啊、霍普金斯啊、康奈尔啊、NYU 啊、纽约大学这些地方越来越强调，医学毕业生你得给我选艺术课去，到大都会博物馆去参观去，这个波士顿的这个医学博物馆去，或者是艺术馆去看，视觉艺术、古典艺术，你都得去学。
就在那上课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哪天那下一期我和王晨医生专门谈这个问题。而且确实是你说的不错，比如说他以前学的敏感的这个课程，那你干脆就换个学校，干脆去学 liberal arts 算了。哎，学完以后你可以通过那个，你脑袋瓜只要聪明，你再学一些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学方面的东西，以后再考医学呢。你要是在国内学医学，那你没机会了，你就是直接考他的执照，考到证书以后，然后做住院医就行了，不需要。那你要是想换一条路，考到牙医学院、医学院，那你可以这样走。你反正脑袋瓜灵嘛，你以前学理工的那条路不让你走了，美国没出路了。至于说回国读嘛，那真没办法了，你回国那你就只有回国了。在国内，在如果能够换一条路走的话，那你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件事。下次呢，下一期节目时候专门谈这个问题，因为也确实谈到牵涉到很多，比如说很多听众的孩子，大概现在二十岁左右，大学刚毕业，或者是想来美国读大学，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理工科以后越来越难，敏感的这种专业。导播呢，老马要是没来，你就先把那个主持权给我，我来扛着，等老马来了以后，我跟他一块儿那个叫搞下面那个什么今夜思无眠。好的，行，那么今天我们大致的谈了这个关于几项关于复工的问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停摆，以及对于复工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医生怎么样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认识建议，还有呢关于P4啊这个疫苗的研发，这个到底疫情的这个头在哪，还同时牵涉到从这个问题钟南山的甩锅，我们谈到中国医学院士们的这些问题，包括自己经历的在北美医生群里头经历的这个啊，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个问题。那么后面最后的就是说关于美中医学教育这个临床培训，医学临床和科研的关系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同事朋友提出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评点。那么今天我们大致就讲的事儿。下面呢，我也建议就是说各位有什么就是自己关心的热点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来，那么我专门组织一个话题把它罗列出来，你可以通过明镜也行，通过微信，通过电报都可以跟我联系，讲你说何医生，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能不能组织一次专门专题的一个话题来讨论一下，谈一谈你的看法都可以，你可以给我建议，来我来专门组织一下好不好。包括就像比如说你自己的孩子以后想到美国发展啊，想读美国的医学院，那么怎么样进，进美国的医学院是怎么样的，那么你肯定是搞不清楚的，对不对，他有什么要求，就是软件硬件怎么样的能够走上美国医生，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已经在国内读了医学院，或者快毕业了，或者是毕业了以后干的不顺心啊，怎么样能到美国来当医生，这都可以谈啊。你要是对这感兴趣，我可以专门谈这些问题，专门主持一晚上谈这个问题都可以，好不好？反正你及时的跟我，就是我也欢迎大家跟我及时进行个别的交流，那么我们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好，非常感谢导播一直这个支持啊，陪着我。那么我们等着老马一块来这个做这个，就今夜思无眠。好，谢谢。